一起生活练习吧，我是莉莉。可以入进来。你有带 WiFi 机吗？没开，他不去平衡，没有说的，乱说的。你是几分？你是23分。哎，我的掉了，我非常的不虔诚。我是26分。果然是有一瓶啤酒，我想说为什么会有那个金额，我们就来吃，都吃啊。你是露营还是拍照？我是露营。它是味噌酱，他们有名的赤味噌。因为看不懂日文，所以点了一瓶啤酒。10块钱啊，有啊。这次我也搞不清楚，我在哪边啊？一人三百条，我蹲着一人一口了。不用一人一口了，直接吃的还是？不能吃吃看味道啊！啊，狗狗什么？花果，这个是奇异果，桃子。先走桌子，刚刚走过来这边。那好哎，是。
这样可以，这样看起来蛮美味的哦。淋上去，就是交给那个 Asian 来处理。掉了 sorry。 好像是酸的，那芝士酱。芝士酱很咸吗？吃不出来，因为那个醋。有啊，醋味很重哎、欸，没有吃到、啊。有啊，有酸，但是没有那种香。没关系，可以，好，知道。黏黏的，把那个皮不用。那你这样子不就拍到你的脸吗？嗯，所以你现在要露脸了吗？他在想说会有我吃饭的机会吗？不会。那是很甜的，我其实都没有吃到东西。我要吃先吃酱油的，对不到焦，因为它也赚100块，嗯，便宜的，100块，哎，比较软的耶，要在赶车的样子。我喜悦，你在看直接录影吗？你看看。请问有到位吗？ Stupid。 就是往回走，又是那样。对啊，我怎么知道这么多人啊？就是一般游乐园，就跟那个丽宝乐园那种感觉很像。对，我理解。我妈喝啊。音乐结束。
练的。结束。他刚刚讲一个，不知道什么，是要出什么？对，因为这里有海苔。你就说我把它盛。哎，这里有饭哎，我刚刚以为他写的是打，他写大麦糖。对，我就以为。这不是粥吗？我就想说就是粥，就把它吃了。你要吃吗？这有一片。是露营，可以拍照吗？你要拍照吗？要，不要那个不要，哎，好也是可以，你拍一下，你要当山内一峰还是要当千代？在镜头前面讲脏话，哦，好白哦，天哪 ！Say no， 嘿、hey ，你又想要露露？不行，再一张，不好看。一击逆上，不好看，再一次。好 ，very good。
也很害怕。他下去了。他下去了。他倒下去了，你慢慢走。我慢慢走了，正在慢慢走中。慢慢走，我在这边。好，你 hold 住。好像老人家。水这是怎么念？是念哪吗？天然水，君上八番天然水。叫高山镇屋，它是呢是一个神社，虽然不是免费的，但门票是非常便宜的。它曾是江户幕府统治飞陀直辖地时期的行政据点，在1868年为止的176年间里，江户幕府一共派遣25人任官，管理这个地区。有意境，坐外面一点。所以哪个要先吃？这是最清淡的盐巴。你真的饿？嗯。我觉得双酱真的有很好吃的。女厨乌龙给老老老。ありがとう。一千，然后选这个，可以喝13种。他怎么知道你们喝？他换代币，他你每一个酒要投钱，他才能喝。好，然后要转那个酒杯，几百块转酒杯。他真的钱转吗？对。嗯、然后那个酒杯可以带走，也可以放着不要带走，就纪念品。可以投币，投币喝想喝的酒，100块，嗯，随便投。好，好，看来你的酒杯100块的，100块，好了，我们可以去试喝那个，我们大概看想喝什么酒。酒，你可以都试喝看看，我不知道喝哪一个是比较适合的。快点，我没有11枚，要赶快喝，不然等下要集合了。随便选一个，深山菊，大一样深山菊、啊，一枚。是这个吗？嗯。他说从右边串菜，那只能吃 A 的，那就剩只剩五蓝一杯，剩下两杯。哎、欸，拿零钱。对，这要用投币的。投币的。他的那个是代币。先你们投我就喝一点点，然后再换别的。不要喝一点点，拜托你喝多一点。Oh my god！ 你今天真的很可爱呢。你今天是不是忘记戴我们 dress code 的帽子了呢？没有戴、啊，我在我的包包里。包包里，还是我现在戴起来。我感觉也是有点可怕。我也摇啦，是水一样的。
看起来有点可怕，好不好？看起来。鸟居。驼驼，我永远都记不住。你有什么可以记住它的方法吗？没有办法。飞驼。嗯，可以坐这个巴士上面。哦，有巴士。对，二十分钟来一辆，可以坐这个巴士去掌握到神社去。要不然就是说，咱们现在往右手边走，然后翻神社。嗯。翻到这个神社之后，走这个小道，杠子可以环绕整个人一圈。心累，我要先吃蛋，再吃肉，再吃面，小心不恢复的。你怎么像进阶巨人？不是。哦，哈哈哈哈哈。